打开系统菜单，可以看到背包、招式、内功、强化、合成以及学识系统。在背包系统中，可以查看收集到的合成材料。 剑走轻灵，多为变数，这都不懂，谈何用剑？且听老夫指点。
先说单套剑法的路数变化，来，以苍明剑法为起手式，接近对手，使出苍明剑气，寒光照去，跟寒风断流，跟残血幻影飞霜，续幻影飞霜，续幻影飞霜，踏雪收，踏雪收。僵硬至极，错了错了，接近对手，此时临阵动手，只会害死我俩。寒光照，人心归位。跟残风断流，跟残续幻影飞霜，续幻影飞霜。续幻影飞霜，踏雪收，踏雪收，僵硬至极，错了错了，接近对手，使出苍明剑法最基本的三段剑气，寒光照起，僵硬至极，错了错了，寒光照起，讲不错，如此可教也，单套。看来这单套剑起手，苍明剑法三段剑招，天强硬至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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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门剑法强硬至极，错，天强硬至极，天强硬至极，错了错了，起手，苍明剑法三段剑招。起手，苍明剑法三段剑招。起手，苍明剑法三段剑招。天强硬至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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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门剑法强硬至极，错了错了，天强硬至极，错了错了，起手，苍明剑法三段剑招。天将硬至极，天将硬至极，错了错了，起手，苍明剑法三段剑招。天将硬至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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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时临阵脱棋，只会害死我俩。天将硬至极，人生归位。天将硬至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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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门剑法将硬至极，错了错了，起手，苍门剑法三段剑招。苍明剑法三段剑招，起手，苍明剑法三段剑招，起手，苍明剑法三段剑招，起手，苍明剑法三段。看来
棋局亦无见次。就算有十个老夫，怕也难救你性命。万物应天地而生，各有阴阳，调和为用便是一绝亦无见次。
一旦行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你自小孤苦，心中苦闷，恐比旁人尤甚。此劫于你，既是祸事，也是福子。若是等到40岁后，筋骨日摧，到时就算有10个老夫，怕也难救你性命。万物应天地而生，各有阴阳，调和为用便是了。罹患疾绝，亦无见次。圣域，守护至尊心。
是在下孟青，受人之托来找鞠二娘，有劳二位。哟，我家掌柜的刚走，小毛，你先招呼着，我得去胖子那儿瞧瞧。好嘞，客官，您这边请。有劳小哥。客官见外，这是小人的本分。听口音，您是打东边来的。不错，我从京城来。嘿嘿，小的早年也去过京城，人杰地灵的。尤其是那牛肉面的滋味儿，现在梦里梦到还会流哈喇子呢。若有缘，京城再会，我请你吃个够。那小的先谢谢您了，您先进客栈稍坐，掌柜一会儿回来，有啥需要尽管吩咐啊。好。泰山何时相聚良辰？我随便看看。江湖路远，有缘再见。走一走，瞧一瞧嘞。怎么还不来？先找个地儿坐。这二人故意压低声音，定是在商量什么隐秘之事。这二人故意压低声音，定是在商量什么隐秘之事。这二人故意压低声音，这二人故意压低声音。分片，就两份素云，怎么看？
二娘还没到，还是再等等吧。向上。这二人故意压低声音，定是在商量什么隐秘之事。这二人故意压低声音，这二人故意压低声音。这二人似乎发生了争执。不好，救人要紧！救两个同学，怎么他娘的还不来？凶手应该还未跑远。若被敌方连续压制，俺爱。别躲了，出来吧。哪儿冒出来的愣头青？快把人交！不好，居然这样也完是吗？别撤！这些人好像与方才客栈行凶之人并非一路。上别处找乐子吧！喂，导演，求您了，您全拿走了，小的真的不好交代呀！导演，导演，滚！再吵，老子剥了你的皮！算了，为今之计，还是先去二楼看看情况。导演，尸体呢？难道这是……还是等二娘回来再做定夺吧。买卖这点花钱，想
还被梦惊。梦惊？稍安勿躁。刀爷，鱼放外面了，两份沙河醋鱼，客人催呢。你好，小哥，二娘说天字坊的钥匙。我看这厨子蛮不讲究。按 F 键调查厨房门。死个鬼，还要老子亲自后悔。